我叫徐静书，是重点班的小透明，最近转来的校草学霸，为什么总盯着我说我可爱？透明哥哥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模模糊糊听见好像是个女生，还叫她幽宁哥哥，难道楚幽宁还有一个妹妹？楚幽宁回来了。阿言，收拾一下，我们要回去了。要收拾东西走了吗？啊，这么快就要走了吗？抱歉，临时有事，我们要先走了。没事，你们路上注意安全。再见。这几天我都是一个人待着，楚幽宁从那天之后就没有消息了。抱歉，临时有事，下次再来玩。他好像真的很忙，都不吱个声。不对，我为什么要期待他的消息啊？一定是我太无聊了。等到开学了，会来找我一起去上课吗？